近日罗志祥喜获金钟奖综艺节目主持人奖，这个奖项是罗志祥时隔7年再重新获得奖项。罗志祥在娱乐圈里是一个非常全能的艺人，唱歌跳舞演戏主持他样样精通，无论是台湾还是内地，罗志祥的人气都很高。罗志祥扮演的朱碧石也是十分漂亮，令观众网友们喜欢不已。罗志祥还是内地火热综艺极限挑战里的固定男嘉宾，在节目中的耍宝表现逗乐了一群观众。混耍宝还长得帅的罗志祥自然事业爱情双丰收，罗志祥的女朋友周扬青也是个极漂亮的网红，可是罗志祥在获奖发表感言的时候却只字未提女朋友。但是女朋友在晚上发布的消息里，罗志祥低调回复感谢有你。对于罗志祥感情一般比较低调，毕竟爱情甜不甜他们俩自己知道就行哦。罗志祥和周扬青的爱情很早之前就被发现了，两个人也一直都低调的进行，从未很高调的秀恩爱。女朋友是一个很火很有人气的网红，高颜值还有大长腿。两个人没工作的时候就常常出去旅游，好幸福的说，现在罗志祥事业红火，爱情甜蜜，期待罗志祥早日向周扬青浪漫告白。好奇小猪未来的婚礼会是什么样子，是像周董那样具有公主少女心的梦幻婚礼，还是黄晓明的土豪婚礼呢？